你是仰睡、侧睡、趴睡，还是像胎儿那样蜷缩着睡？综合国外数份研究，专家这么说：仰睡是最好的美容觉，因为脸部肌肤不会被挤压形成皱纹。背痛者最好仰睡，除了头靠枕头，腰部、膝盖下也可垫垫子，让整个背部都有支撑，缓解疼痛。不过这时舌头等组织往后塌陷，可能阻塞上呼吸道，容易打鼾。睡眠呼吸中止症也容易在仰睡时发作。侧睡可能是大脑最容易清除有毒化学物质的睡姿，这些毒素累积可能引发神经疾病，如阿兹海默症等。统计显示，左侧睡能减少胃液逆流，不过做噩梦几率比较高。右侧睡对高血压、心脏病者有帮助，因为心脏位于左侧，右侧睡让较多血液流向右侧，减轻心脏负担。趴睡可能对消化有帮助，但对肌肉骨骼来说是最糟的睡姿，容易拉伤颈部肌肉，造成肩颈不适、头痛甚至背痛。还有一种全身蜷缩如胎儿在子宫的胎儿睡姿，专家指这种睡姿容易有一夜好眠，但是如果蜷缩得太厉害，就会造成脊椎呼吸不适。